对，就是木曜就已经先有了，木曜先的，对啊。可惜 每次都觉得，虽然已经人很多了，但是每次都觉得邀请的又是不够，还可以再加谁？哎、欸，这一次有加那个台中一些人，连 Olim 都有，我觉得也算也是很不错。对啊，可是有一些有一些那个怎么讲？有一些像蔡阿嘎都没去，我就觉得很可惜。他梗也超多的，蔡阿嘎比较狠啊。对啊，他这次没去，他之前有去，好可惜。对啊，很多人都可以去啊，超多人的。这是跟那个走中奖一样啊，只是走中奖因为更多啊，但是走中奖就是因为大家没有一个统一录制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你说我片段都要从每个 YouTube 上面去抓它，除非有拍片的地方，而且也剪掉不少，很可惜。都得是呗。对啊，不然我他们凑在一起，那个，但有时候觉得超好笑的，梗狂出啊。嗯。哎，台柱也还在吗？一直都在。啊、他是台柱哎、欸，怎么可能会不在？嗯。应该说最早木曜就是他跟弟，那就算。这样你不喜欢台哥、哦？不是，台哥人还蛮好的呢、哦。对啊，不喜欢就算了呗。对啊，这个东西勉强不来就。对啊，没办法，勉强不来。谁不需要？你可以跟我讲讲，谁不需要？你可以让我理解。谁说他很多？他不缺，跟我讲一下，谢谢。我多少都抽啊。好，知道了。我勉为其难，一块都抽。穷的只剩钱。嗯，这很多啊。就算不要说穷的只剩钱，就是单说他。没有必要在意钱的问题，就已经很令我羡慕了。自由有很多种范围，看你要怎么样的财富自由。我目前可以做到就是卤肉饭吃到饱，这个没有问题。
粉才不粉自由。对啊，这个我可以啊，加个蛋啊，加个豆干怎么的，这个都没有问题。知道吗？胡须章哦，胡须章也可以啊，胡须章是吃一顿饱的，你了不起200多块吧？那个我还可以啊，你说他去吃饭店的那种花豆啊，吃饭店的豆啊。你要说九九可能一年吃一次吧，去尝鲜还可以啦。你如果说一个月要吃一次就破产了。像以前没有疫情的时候啊，我都跟我同事约那个去吃，那时候也没有什么太多开销嘛，兴趣就吃啊。你那时候去吃什么享食天堂啊，这些很常超常去的。一个月都去一次吧，就是固定去一次，吃一下好料。现在都疫情居居啦，不太敢出去。是的，真的都不太敢去啊。召唤物逼到一个角落，去轮锤死，被锤死，去轮，对啊，没错。现实是残酷的，残酷的，接受现实吧。嗯，头盔版水鬼。走错啊！这三小，走错街，召唤不出来哦。中间啦，对不起，那个走那个走错走错门，走错。这样召不出来哦。这什么街法啊？可以跟我讲讲这什么街法？什么街法？都没有看摸到哦。对啊。突然你讲完，我脑袋就突然跑这一句台词，都让我懂。你不要问我为什么，我也不知道。你刚刚是空中连断，但是我没有把它调空哦，所以是接不到的。就是牙树突然想按大按不到就对了。对，我不是石头人哦，我不是石头人，我只是按你把它击晕在地上而已。快速是吧？你很能跑啊！你很懂啊！你
哦，今年在刷女伯爵。我先跟你说，谁关第四、第五关都不会白玩哦。反正等一下你白跑一趟。我已经在刷王座了，受死的武器的这应该好难掉粉末，因为粉末都好难掉。长牙剑，烂东西。好吧，那我先跳了。冰云好，再开一个普通，再叫我。我再过去拿。信徒是杀一根腰带手信条，对不对？对，我只那一天有留了一根，我没有印象中你要脚你要玩，对不对？我说我记得你要。对。要输。有啊，你现在在开普通了吗？现在要跳了，跳 jump， you jump， I jump， good job， 那是 jump， 跟 jump 不一样， good jump， 他们两个中间没有关系啊，一个是职业，一个是跳啊，这单字不一样，不一样啊。但不一样啊，他一样。他有跟你唱吗？我们不一样。我们不一样。
太好了，是不是？太好了。好，等一下啊、哦，打个泥拉，我就过去。先让泥拉倒下。给我躺下。泥拉最近都不分好东西，自从那个喷给我一个圣骑士的盾之后，就不再喷东西了。可恶！什么态度？什么态度？他需要进步。哎。你好，我刚刚听成他是贱货，你知道吗？他是贱货，他是真的是贱货，他是这样讲没错、嗯，他是真的是他讲他贱货，贱货，贱货，身边真的看过。没有什么刺激啊，刺激的还在后面。我房间有更刺激的东西。很高兴认识你。你好。高兴的太早了，啪。等多了，夏天的直接怪怪。一颗不要的打到一个很棒。哎、欸，真的，我要，我就缺那一颗，我的武器就完成了。你好，啊，扣几遍呢、啊？18。好了，还好，要五五的就不要拿来给我，五五的拿去卖吧，五五的很有价值。等我一下。你好，那个有花现在不在哪？爸爸。OK， 继续，谢谢。拿去塞给圣骑士，让圣骑士完工。天犬，你要打暗金戒指吗？很少是不是？我想说，我们一起加入个计划，把暗金戒指凑到满人物，然后看谁去鉴定，一次凑满40颗。那反正现在物价都在掉。开房的概念，对啊，就是啊，一次凑满，然后一次鉴定，然后看谁要去鉴定，反正我谁鉴定都好。我的目标就是要凑满40颗，然后看到底有什么东西，看哪一个塞球可以去拿去。对啊，看谁当天运气比较好。我现在打到3颗，我留着。说不定是丁丁哦，我比较难吧，我也不好啊，最近鬼符开到数值不好的。就是说我，不需要，我就是一个小韭菜，好开心。哪里？哎，对了，有十吗？对，我给你个蛋蛋，恭喜！那快呀、啊，快呀、啊！又怎么样？没有。你要混蛋蛋，我刚才在练的时候，我刚才开我不是开一只野蛮人出去，嗯，然后
加了一个七人房，我砍了第一只怪跳一大格，然后第二只怪等我升级之后全跳光。所以就是你的问题吗？水的。帮你，那你要哪一只？你要火火比较安全的，可以。反正我练哪一只，我都没差。由你来决定。完成，哇！现在电商下一下25K，哦，光电是286，敲一下，对，天天你要抓吗？要八号车吗？我要八号车，要吗？你要八号车，我就开始移装备。我再来一个。好。有需要的，但是飞的应该也可以我啦，我是无所谓。还是要需要有人吼比较安全。因为你知道，人多会坏，不一样，比较凶。
没事哦。那我继续一遍。他不是在跟车的吗？对啊，那就没事啊，就继续练。有车胜过没车，现实中也是这样。现实中有点残酷。对啊，真的啊，现在交马子基本上要有车吧，有我们的岁数吧。年轻的可能不一样，年轻的人很多车可以解决。通常见面第一个一定是你要开车去才会比较容易。不会都没有啊，你不孤单啊，不会都没有。可能天选有吧。三项其中一个啊。三项之一，三项之一，三项之一，我们超烂，我们要出来。现在都出那个圣光日，脑袋只停留在史丹利的三项之一。他不是坐标就是原地吸出啊。原地吸出。有空可以去看看他们呢、啊，最近他们要实况组对抗赛，真的是看那些实况组一起打，觉得那个感觉真的不一样，很爽。把大门打开吧，看他们那种配合。对，看起来真的很爽。虽然说我已经离开好久了，但那些新角色怎么进来，我完全看不懂。最近看到有一只角色好像蛮猛，一个女的，然后拿一个圈圈在那边挥耶。一样啊。你还知道名字啊？我连名字我都不知道是谁。那个是名字我不知道。对，一个拿圈圈的，而且那只技能好像有点 OP 啊。专业的。对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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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啊。好像有点 OP 耶，我觉得那只杀很凶，无知无知。可是好像一版本一个神吧，就是在他们之前有的那个版本的时候，我看到那只很常出现，现在看他们玩的好像又有点比较少。版本正确的问题。对啊，就是之前有的。可以附身在人家身上那个毛驴，没有吧？不是不是，拿镰刀那一只，打野的那一只，然后会进化的那一只，附身在人家身上，然后跳下来的时候会有一个爆炸的伤害。看到很多实况组被收割过。以前我们不常看到的角色，到现在还是不常看到。不会啊，对啊，
那个谁，特朗德就蛮聪明的。啊，有啦，特朗德比较好，因为特朗德可以减物理伤害。对对，特朗德我那时候超爱用，没用的时候超爱拿他。我也爱用啊，因为我很喜欢把他挤出来啊。对啊，我把人家挤出来。哎、欸，那个在卡龙那边把人家挤出来很爽。超爽啊！啊那是一个优势，那是一个快乐。就是大局咬到那一个人，他会觉得多爽啊！不是小刀吗？小刀吧，不是一刀吗？小刀是误。但是我说的大局。哎、欸，我打到白二岛了。哇，还有一个十四大伤的，十四大伤，然后另外一个十七大伤害强的。在那个聊天室那边出去啊，然后砍豆 C 砍豆 B， 我像我跟车的时候是这样，现在嘻哈的时候先出去啊，我用一下键盘，用一下。套装切割头，结果今天就自己拿到了。我要卖一大哥的后尘。我的后尘，我刚才在路上看到他，他说不知道我死掉了，就是说什么动物。我就许愿，对啊，我也很想元明素朴。我不就想，我就
我不用那么担心，我只要偷偷动那一下，可以加点力量，然后就不用分钱了。只要都默默的，有没有？我家的人都不知道，然后默默出去吃好料的。动太大条，被发现就很惨。你可以给我，这样你家人就不知道。对，你想太多了。我好想讲，你怎么不去死？我可以帮你承担这个风险。那我可以帮你避免这个风险。是不是？这样子你家人就不知道，不知道的。对，你看我帮你解决你的烦恼，你要感谢我才是啊，这叫知识。我帮你折寿，敢拿我的钱？先诅咒一波再说。捡到的蜂蜜的东西，对，要专业啊，专业。近乎苛求。还有不是还有一个吗？滑错瓶子，以卵击石。我以前以为这句是开玩笑，自从我用了华硕的平板之后，他没在跟你开玩笑，我深深的体会到了呢。他没在跟你开玩笑，是的。你以为七进七出，皇家中心是骗子？我相信，因为我曾经进去过三趟，东西没修好过，超猛的！我跟一个白痴一样跑了四零三趟啊！想说便宜买个平板，两三千块够用就好。哇，回来是一个乐色。肯定都要通过，真的是。还好我现在买 ROG 没有这样的体验，都要疯掉。ROG 没办法，我想要侧面充电，玩手游看影片比较方便。侧面充电手机太少了。贵松松啊，然后买这一只，我没买那个新，我是续约的啊，对啊，是续约的，我没有那么忠诚，好不好？忠诚大礼包，我的信仰价值还不够。对啊，可是。他这一代已经不出了啊，他这一代就是沿用上一代啊，而且有些部分东西，他
他现在要改掉，不沿用了。像之前那个双银幕啊，已经要废掉了。我这一代就没有四连双银幕，最好用的竟然要废掉，我也是服了。晚安。他怎么会觉得说他的摇杆是人人都想买的东西？幸会。对啊。没有。对啊，然后重点是他摇杆还不便宜哦。那摇杆要，我印象中音阶款要3000多块，没修啊。不过说真的，你说要信仰价值，我觉得雷蛇比较容易入坑。坦白讲，信仰价值。然后其实我真的有点信不下去，嘿嘿。你说手机吗？电竞配备。电竞配备就逻辑就好啦，再用。哦，逻辑不行啊，你知道吗？我曾经逻辑一个键盘买2000多，然后就多久？上个月吧，上个月报销。没有啊，买了马上用嘛，然后超过三个月左右报销，它的空白键挂掉了。现在可能会好一点，但是我就没有再试了。而且我前阵子才试罗技的电脑喇叭，就它的电脑喇叭。不到半年挂掉。不知道，可能很土吧。那跟逻辑不合啊。对啊，我的逻辑是很好。你好。电竞品牌那么多，都可以比较看看。我现在觉得那个酷妈的东西还不错。Cool Master， 它的电竞椅跟那个键盘都还不错。目前是，但是没比较过了。只是说跟人体工学椅比起来，然后键盘跟逻辑比起来，可以做逻辑。这只巴尔一见面就分身，还瞬移。阿乐都没问你多少个。对啊。哎，赞。王道佣兵死掉了，希望。这巴尔就是那个谨慎勇者啊，一看到我就直接招满，然后直接开圣女。毁灭也不错，毁灭油锅片你还不错。
看看那个鹰柱的鹰姿，但是我会像有些人讲的，看完就被掰弯的感觉。啊，那个巴尔够难打的，操，一直招那个触手，然后一直开分针，一直算你招那个触身。对呀、啊，触身，触身别逃。夜猫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哦，狙。野蛮人现在的板子都不太值钱，可是他吐槽是真的不太值钱，贵的都不在他身上，贵的在野蛮人的战斗技能板。欸，那有野蛮人战斗分技能板，而且你知道一件事情，就是野蛮人需要命中，所以通常不会带那个，会带大钢板。那我是说，有野蛮人那个战斗专技吧？有啊，战斗专技、战斗技能都有啊。我去抽啊，就跟诅咒板一样啊，它是存在的，可是它有可能在不经意的情况下，大家都把它丢掉了，是这样。大家看到，干这什么垃圾？丢了，没要丢，对。那人家收的时候就收不到，因为为什么？不是没有，是大家都把它丢了。住了，大家都不要了。对啊，然后当初那个四十命的战斗技能，卖好久好久好久才卖到一个25。我本来想说，至少卖个，我看人家那时候百刀九月卖一个150，怎么也得说来个27吧，27、26的吧。好，这只得换得一个25，糟糕了，好冷。别人说85可以再扣人多少？6%，0.06，就数字乘以0.06，那个是、卖家要负担的，买家不用，买家你只要看那个价格多少，就是你要汇多少钱。他们现在不是会把手续收掉吗？对啊，就是都在那个啊，都在那个卖家身上啊。你卖完东西，他就直接扣钱的啊。比如说你1000块，他就直接扣60块走啊，你就只能实收910，就这样。你这样懂我意思啊？他就是用这样在赚钱。所以有些人卖东西，他都会把钱加在上面啊，就是譬如说100块，他知道他要扣6块嘛，那他就卖106，那就不会扣到他的钱了。这个就是这样啊。就是这样喵。加速啊！是。不是啊，我讲完那句应该是没台词。哦，人家赛特终于喷药死了。不该死的老家伙！
用那个我们那个计划吗？还是明天再用？还是改天再用？我先睡觉。睡觉。哎呀，然后我先干嘛呢？我没有基底，我没有基底开张，所以我能干嘛？看一下我的那个，我的那个东西。就装作没看到了。还学会健忘？有吗？健忘？嗯，就是你。你确定只有健？没有吗？非常贱，你比有钱更贱。哪个贱？十年磨一剑。可以直接跳到阿里山去了。冰的烤鸭为什么好吃？因为它肥。为什么要问我？你吃最多？问你问谁？我最近有在看那个动漫，就是又说小什么，啊，最比较有名的叫德云社，我看他们现在，我觉得，虽然有些东西不懂，但是我觉得他们的东西蛮好笑。需要帮忙吗？肯定会好笑啊，而且像那个当初那个现在已经去世的那个。有一段就是冯玉刚，对啊，他，我觉得他真的是超猛，他的那个每个模仿的那个真的是非常到位。对啊，模仿那个受害人心情，但是那一段真的很值得拿出来。阿甘。司机大哥，有人掉车了，没跟上。我还没上车呢。司机大哥，你要 po 那个吴孟达那个 GIF。Hello。我还没上车啊。等下一站。我是阿坤。锁链靴。厚度被改掉了，对啊，那个2.4又没那么快，没有吗？因为我现在在一间房间里面，他们说他们全部都没通过，那我就不知道啊，你要看他们怎么写的啊，不知道，厚度也不会改掉啊，厚度，我跟你讲。这会改掉是第三关，又不是那个东西。你去看那个看布鲁斯的就知道了，因为你如果说其他人，你说怀疑他可能他不懂英文，然后布鲁斯他老婆是美国人，
那他有全程跟直播的，就是跟他们开发者那天宣布会改的东西。我也去看了，他都有讲啊，哪些有改，哪些没改。顺小顺45%伤害强化哎，可惜两个洞。哇！哇！快了快了，快要90了，哎呦，之后就可以换角色。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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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现在91快一半啊，刷完一轮大概等于一格吧。目前我都这样，刷完一轮大概一格。打完暗黑跟巴尔，一格哦，嗯，一个大格哦，嗯，这么多？对啊，刷完暗黑巴尔。加第三章议会成员，然后督军三克、暴皮，然后跟尼克、尼拉塞克，差不多这样子。我的一轮是这样。啊，那么多。嗯，这样多吗？我觉得这样很慢。我说一次一个，一轮一个还蛮多的。一轮一个，对啊，一轮一个、啊。对吗？觉得很少。我们不要贪心吧，我觉得没有西巴尔车的快、啊。别人恐惧贪婪。贪婪吗？贪婪是一定要的、啊，所谓的不贪。怎么可以呢？一定要贪。耶，92。可以分享。像素你要6哦。那现在要先收，我先收那个自动连加。没有，你先算一下大概数字给我，大概。估一下。估个。100就不用，就有就好了。目前的东西就是有就好了。哦好，那婚戒也不五星的，嗯，那就是928180，然后像素最值，如果其他小幅都不要，只要最贵的26的话，一颗30，3680。好吧，月租啊，30、42，乔丹贵一点，75，真是，也是300。好、哦，我去算，等我。啊，他说要干嘛？没有，我们算数，没、欸。该不会计算机？等我，看。360+300，660+120，480+160。180+160是吧？180+60，940，940，有到940吗？640吧？是吗？900吗？是什么按？是我按到太多了。180+180不是360，360+300不是660，600多，对啊，600多啊，600。最后还有一个加300啊。好，对对对，这样够啊，应该不只要这些吧，先这样吧。嗯，
也要这些吧，当然担心的。你说打洞的部分，嗯，那我要先出手了吗？还是这样？你不是说比较低的时候再说吗？我可以先帮你找啊。哦，这东西还好啊。对啊，就边找边。嗯。我其实还想要收一个项链，加了群星眼的那个东西。啊，你说马拉哦？马拉现在30磅的100块，没有没有，低的低的。嗯，对，就是有就好了。那应该20块有啊，甚至用小幅去换就可以了。嗯，对啊，嗯，也可以啊。不用，我也可以用帮你喊的啊。24收不挑麻辣，你觉得怎么样？看你，看你可以用。好啊，那你要几条？五吧。几条？五条是不是？好。对。你现在先喊啊。嗯。对啊。你若最懒就是伤害加深停一下了。哦，那后面都不用了。我觉得也不用了。我觉得目前，如果你到时候你用兵都不太需要。你用兵有死神重托就会放衰了。嗯，死伤，然后如果你想最懒，最懒最懒就是伤害加深也不点，用佣兵去做死伤也可以啊，可是你，然后把伤害加深也要点。那施暴我需要点吗？你先点一吧，你可以点一就好了。其实死灵法师在毒谷那边要点铠甲跟骨墙。对啊，骨墙要拿来吸怪的。就把它当成一个招怪的概念。啊，铠甲是虽然挡的伤害不多，但是就加减。如果铠甲是用要骨墙，对。然后他 main 用帮你挡一点，挡一点的，但是之后说会改，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改。现在最常就是看到你在招骨墙，然后怪冲过去，然后施暴嘣嘣嘣。对啊，是这样，很简单，一起。当你有谜团，你可以考虑飞过去就好了。也是可顶可不顶，就是看谁啊。欸，都是看人的。就像我现在我一直我骷髅召唤，我也没点满。嗯。有点不太对。因为我技能装备够啊，升上去就好了。板子啊，跟技能装备撑上去，你有时候就只点十，它也是撑到40的。你只要有点东西就可以。哦，对啊。嗯，我又看装备来调整的啦。当你不足的时候，你当然是最重要的都要点满，就是人家讲的。复活召唤、复活专精两双满，然后施暴点满，这样出奇这样的脑练，就是什么装备都没有的时候。他的招本还没收完，对不对？嗯，没收啊。现在好像21不好收了，对。再考虑，是不是应该往上调？
没有手臂章。二一攻击灵气，没人卖，所以大家都不卖了。加二一收不到，升到二二才收。反正张借了，不然就继续放着，不要去那个，反正不急。有一些只是想把它凑完而已，凑不完就放着也不急。嗯，对啊，反正没人卖就放着呗。这种没有的是时间跟那好吗？穷极于死。有人没办法，有人白痴啊，用20块收板子，所以现在板子又涨起来了。就不要一下，有人想花钱就好花，等到没人收的时候，我们再收就没问题。集灵气可以啊，二二收，可以。这个东西还可以用东西。二二以上我就不要了，可是我喊二四的，算了吧。就三。嗯，27命丁板，二四加二二，等到20+21要不要？